要这个钱，因为全国还有啥东西没起的，就是说缺啥东西根本要弄。现在我早都跟他说，我说缺的东西都要写个单子上来。我已经发布招聘信息了。那吧，咱那个。找个男的。我写的就是男女偏。最好有拼劲嘛，有悟性，是吧？嗯，勤快一点的。连那个，连那个那个吧，弄一个那个。经验还是其次的。